今天是10月20日，那今天是拉拉预创建活动的第一天。这个活动其实很简单，它分四个小任务。那第一个就是你先去创建一个角色，然后可以拿到这些基础奖励，包括硬币在内。这个箱子是有那个积分，如果幸运比较好的话，就会拿到那点数启动券。然后第一个任务也是今天开始，会有一个超级斗然的加速器，一个角色栏，然后是硬币。然后从10月3日开始就是打怪300只，就拿到一些箱子，一个椅子，然后就是一个经验值券的箱子。第三个任务是17日，还是打300只怪物，然后拿到一些箱子。17日应该是他们已经进入冬季版本，但是他们是12月1日开放。那这样子，因为它每一天都会有这个硬币数量的递减，所以我还是建议按照他们这个活动时间第一天来完成，这样子就能保证你拿到最多的这个硬币数量，那加起来就是11170个。然后就是这里有一个任务，那今天就是创一个角色而已。一双剑的任务就送一些图腾，一个箱子，一个拉拉硬币，送一堆效果啊，还有这些点装。其实很简单的，全球目前也就只有国际服有这个活动，东南亚服都没有。那这个就是拉拉的创建页面了。我的皮肤这么黑。这样子，再回到角色，这就是打怪，然后300只打完之后，就点击它这个 claim reward 就可以了。它是每个 ID 就只能连一次。哎，这个奖励就到手了。那注意，这个是只能有7天的时间的，所以。哪怕就是说你这个活动最后一天就是2日，也都只能是9日，用了9日也没有用。就比如说你东南亚服那边也有个加速器是
白雪人那个加速器可能也有可能就是留不到他们那边，留不到十二月一日。所以这个只能尽快去使用。这个活动先看到这里，下一次就是下个月了。